Ready go！ 刮刮乐，乐乐刮，乐乐爱刮，刮刮乐。欢迎收看今天的乐刮日常，我是乐乐。来把这一本一个 Ticket 的一个新票啊，中国区的票顶呱呱啊，来看一下这个票啊。先看一下名字啊，这个名字叫做好运。这个好运有多好运呢？它的好运就是和国宝系列一个样的啊，和国宝系列的一个票啊。下面还特意标注一下啊，俗称国宝系列真的是一模一样，让我们对比一下啊，两个票，这个是国宝啊。我们看一下它的规则啊，两个规则来看一下啊，一模一样的，一模一样啊！刮出国宝自降重奖，刮出大拇指中五倍啊！下面也是这一个啊，这个是好运的中奖规则啊。我们来看这位票号，这一个是12680000，然后这一个是12680029啊。来，我们拆开啊，看一下它的奖级啊，看一下这个奖级，奖级来看一下，这是好运的一个奖级啊，新票。20、30、50、100、400、600、3000、10000、100000啊，那么它和这个国宝的奖级啊也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啊。来这一个啊，看一下这个，这是国宝的奖级，这是好运的奖级啊，完全照搬啊，一模一样啊。这个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啊，这是除了版面不一样啊也不一样，多了一个十万的奖级啊，多了一个十万的奖级，它是九，国宝的是9个奖级，这个是10个奖级啊，中间有一个10万的奖级啊，这还算可以吧。来，那么这样的话，这个新票我们就来冲刺一波啊！看这个新票的啊，国宝系列的奖金啊，反奖如何？来吧，这一波这是好运的一个新票，国宝系列，我们开刮。对的，就是找国宝啊，还有这个顶呱呱的标志啊，顶呱呱，这个出现一个大国宝的字样，就是一个30元，用30。来，继续下一个，这张没有。这张没有，30、30再加30，累计60、60加50、110。这个票刮起来的话也还可以啊，也算是比较好刮的一个票，101加30、140加20、160，160这一个是1加20、180，这什么连空啊，哎呦来了，满屏的啊，这个也不算满屏，但是也属于爆奖了。来看一下，出现大拇指，也出现一个国宝字样。我们走一遍代码，这个代码的话是一个600的奖级 EMO。 那这样的话来看一下这个奖级，这是30、30、30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啊，这样的话是300，然后50的1、2、3、4，然后这200，好，一大拇指翻5倍100，这样的话这一张一共600块。哎，这是好运啊，新票手册啊，直接报奖，直接报奖，报一个600的奖啊。刚才的基本奖来看一下啊，基本奖是多少？基本奖已经180了，180啊，180就是这奖了。这样的话，来我们下次继续挑战。继续往下冲刺一下，看看这个票有没有双爆的啊？180加20，200元。200，这一个是220元。220，这一个240。240，这一个270元，最后一张啊，这样啊，这一个是290，290的话前面冲刺一个600的额外，这样的话累计返奖一共是890元啊，890啊，这样也这一波啊冲刺成功，好运的一个新票啊，真的是给带来一个好运啊。680票号啊，
总体来说这个票啊，奖级的话和瓜宝的奖级大差不差，只是多了一个10万的奖级啊。然后的话票面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可爱一点吧，也比较有手工的一个感觉。票面的话刮起来的话也是差不多吧，和这个瓜宝的一样，但是目前还是没有那个牛气冲天的票好刮一点。出奖的情况目前来说应该也是和老板的瓜宝，就是和这一个反响区间应该差不多吧，我们还是需要再进一步的测评一下。好的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啊，今天这一本是20面值的好运啊，顶呱呱一个体彩新票啊，600一包，返奖是290的基本奖，加一个600的额外啊，我们冲动成功，公益彩票乐善人生，我们下期见。